1994年，国际大导演李安以电影《饮食男女》将台湾美食推向世界。影片中道道精彩的功夫菜，不止让人垂涎欲滴，更展现出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美感艺术。片中透过美食与亲人的互动，细腻刻画出家庭亲情及世代隔阂的冲突故事，不仅让此片成为影坛经典，更让中华美食透过影像的力量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。而后美食题材广受欢迎，近年导演陈玉勋更以东破三一片创造破亿票房佳绩。老板娘，想让你们牛肉汤变得更好喝吗？遇到我，你的霸王有救了。我是料理医生，北方十六把刀料理医生叶如海是我的完整外号。所以你住北方哦？桃园，桃园算北方吗？台中以北就算北。欢迎来南方。你这做啥咁辛苦？反斗之时，苦心杀敌不加滚。这是人间活食补呢。心法晚安。既然你阿遐老主菜，应该你也去参加全国反斗比赛啊！我跳起来无简单哦。拿到第一名，有100万的奖金哦。100万啊！您敢有影的？我都得冠军。无问题。我无在了大理阿主菜，你菜煮我较好食啦，阿无大满足所有人，所以哦，心内欢喜。菜就好吃。你爸爷想要做你娘了。我的锅渣是现在最锅渣味。以大家熟悉的板豆题材为主题，透过美食为媒介，交织出有笑有泪的动人故事，堪称近年来最成功的美食电影。适逢双十国庆，片中经典人物泡红座将为全场侨胞带来最精彩的时尚歌舞秀。林州嘛，只有提出我的必杀技。欢迎碰红色林美秀出场。Come on.